姐姐，我刚过完生日，也36岁了啦。相当性感，相当火辣的 SM 女王风格。黑色高叉亮面皮，露出深邃事业线，下半身配上汪袜，性感指数破表。情欲女王真灵，不只是简单开直播要粉丝抖内，更利用性感形象掌握情趣商机。而据本刊收到的消息，真灵现在不只是事业正在旺，感情生活似乎也找到一个好对象。就在18号，我们捕捉到结束录影要回家的真灵，那整套的紧身运动装让她身材曲线展露无遗。而就是这处位在大安区的公寓，不止真灵住在这，曾经也是演员的陈木似乎也一起住。因为就在25号，本刊捕捉到戴着墨镜的陈木拿着钥匙进公寓。当快递公司送来一束红玫瑰跟行李箱，签收的人似乎就是陈木。而就这么刚好，隔天真灵出门似乎就抱着那束送来的玫瑰花。女友跟着姐妹们去米其林二星餐厅庆生，陈木一个人约了朋友碰面，吃着超商微波食品，过得是相当简单。姐姐，我刚过完生日，也36岁了啦。36岁皮肤有办法这样子？真灵刚过36岁的生日，而男友陈木今年29岁，两人是相差7岁的姐弟恋。看来情欲女王不止走在情趣浪潮的尖端，对于年轻肉体的吸引力也是不曾少过。